我们刚刚从井冈山下来啊，下坡好多下坡路，这个碟刹都发烫了，你看一下啊，哇，冒烟了，那个，看得到烟不？天哪，哦，白烟呢，哇，这也太恐怖了，多喷点水冷却一下。再给我打点水，太烫了，冒烟，太厉害了，再打点水。哎，再打点水，再喷一点。拿去喷吧。看卖薄烟，卖了个冒了个白烟。薄烟。我的妈呀！天哪！啊？我就在喷呢，两边喷呢，冷却一下呀。哇，烟好烫啊，还不行，还要再搞多一点。嗯，拿盆。多喷点，那冒烟冒的太厉害了。刚刚搞了好几瓶矿泉水都没有用，冒烟还是很严重。我拿盆了，哎，哇，还这么热，你看，天哪！太严重了。好了，好多了，不冒烟了。它后面是鼓刹，喷不了水，前面碟刹可以喷得了水。刚刚把两个轮胎都喷下水啊，然后车子晾一下。现在晾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出发，我们去湖南，去那个滨州啊，去滨州市有一个风景区去逛一下。嗯，走吧，走，出发，出发。哎，干啥呀？停车干啥呀？受不了了，太热了。又太热了。刚刚在庐山上面凉凉的。井冈山什么庐山呢？还老嘴瓢嘞呢。刚在井冈山上面太凉了，然后穿的这个都凉的有点感冒了。今天一下山，马上出太阳，我想要换个短袖跟薄的裤子，你帮我去拿一下。好好，我给你拿，拿着吧。凉快多了吧？嗯，这个裤子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裤子超级薄的。继续出发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啦！看我家奶茶，坐车蔫蔫的，看着好像可难受的样子了。哦，一会儿在后面趴一会儿，一会儿又在前面趴一会儿。你又走过来啦，奶茶。小不太喜欢坐车吧，在海南的时候应该是坐电动车多哦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有点不太适应还。没事，久一点呢你就适应了啊，就舒服了啊。乖，趴着睡觉觉呗。今天开了5个小时啊，现在已经6:30了，终于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。这是一个路边啊，但是这边的车特别少，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是个江边，风景特别好啊。这还有个洗手间呢，我觉得，看一下开不开放。看看这个江边，现在都已经快傍晚了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早上应该会非常漂亮。明天早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早晨出来的效果。走，看看这个洗手间开不开放。不开啊，太可惜了。
锁了，这个洗手间还没有正式开放，锁住了，只能用车里的卫生间了。啊，今天开了，真的，今天开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太累了，以后不能开这么久。我还以为要开两天，明天才到呢，现在今天一天就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两天的行程被我一天就开完了。哇，看看这个属于江边啊，还是湖啊？这是东江湖。东江湖是吧？那属于湖，湖景啊。它有，看一下，它有一个叫东江的，然后这里。那里还有个小岛，上面还有盖的东西嘞。明天早晨，应该是很漂亮。这里的水雾啊。啊、嗯。就像那种武侠剧里面那种感觉。这个地方建的还不错、啊、整条江边都在修建走廊啊，观光啊，还有这个自行车走道、嗯、是好好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属于哪里啊？湖南的郴州。郴州东江湖风景区。湖南的郴州东江湖风景区啊。你看那里有个大墓，哎，那个可能拆不掉啊。那个是那酒店、嗯、这边还有很多酒店呢，好多民宿在盖的，到时候这边应该开发好了会很漂亮。它前面是也有个风景区。我们溜达一下，溜达一下再做晚饭吃了。今天先这样吧，明天给大家看一下早上的风景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早点起来看看。那就明天见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